孙悟空写的太难看了，谢谢小芳，感谢猴迷妹啊。挖拱，挖拱，挖拱。哎呀，马上开奖了啊！想参与抽奖的话，可以参与一下。挖拱，好一个光速三 Q 嘲讽拱！不知道他二级学的什么玩意儿了，可能学的 E。他们家什么打野吧，蛤蟆打野啊，那来了我们就双杀。我还真就不是吹，让他来。嘲讽拱，拱，吃车。拱，再拱，闪现一，哎，我闪呢？呀，加血？为啥是加血呀？哇，疾跑加血，我没想到啊，这我没看见啊，这我是没想到的，小老弟。为什么是这种技能啊？这有点让我意想不到啊。他还没有闪现，我不知道啊。现在有两种情况可能会发生，一啊，他吵架了，二他带错了，只有这两种情况发生，没有第三种啊。咱先来个日炎，小日炎。谢谢滋。恭喜这谁？这谁中了？恭喜沙杜啊！恭喜沙杜！老弟，我到了。嗯，你好，我是 A 186，把你眼儿给你排了。嘲讽住拱，拱，拱，短拱，我没想到啊，他还带着电刑，有点瞧不起人呢。嘲讽住拱，拱，拱，你好像要死。等个四秒、三秒、两秒，死了。嘲讽住，拱，拱。哦，又疼。但是我有红可以回血。咱们正好清一波兵啊，蛤蟆搁下路呢。来，日炎清一波兵，开个壳子。
昂回家了。帝王引擎，你值得拥有。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大腰带，我看谁能打得动我。算了吧，哎，要不先这个吧，再这个。行，就是跑的有点慢，先出日炎吧。这把日炎出的快的话，伤害会比反甲高。我现在是刺儿头，我可要上高地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不管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上高地了。嘲讽就拱，为什么这蛤蟆不来赶赶我呢？嘲讽住拱拱拱，我们狂妄一点，哎，嘲讽住拱，开大招。拱拱先闪现，嗯，哎呦我操，踢球开 W 溜，嘲讽住拱，这有点烦啊。给我踢塔里去了。其实如果刚才我们有大招的话，可以一打二的，先把那蛤子打没血就行了。那瑞文打又不掉血，关键我大招用过了，谁知道蛤子下一波就来了呢？这蛤子来的有点快啊。不过我们日炎了。啊，我跟你们嫂子打赌，他减肥，他吃什么我吃什么。如果我赢了，我可以提一个。如果我们谁赢了啊？双方如果谁赢了，可以提一个要求。我赢定了。他说我指定扛不住饿。哎呦我天哪！我不吃饭可以活十天。死了，致命点炎，拱，嗯，小伙子怎么这样？这咋办啊？救命啊！还踢球？这么猛，这蛤蟆。
怎么老挑我没有技能的时候过来呢？这个哈子，谢谢 Trust 363。七杠一没关系，七杠一也是个弟弟。哎呀，不过他等级有点高啊，他等级血倍是有点高。我们马上把这个医学塔给拆了，都再来一波，让他再来一波。我希望你啊，赶紧过来找我，老哈子。我希望你，赶紧过来找我。半血了，半血他俩杀我能杀得了，我就吃口屎啊，血不是很多了。很明显这个蛤子啊现在应该是在上半段野区啊。长翅膀了，敢找我打了，小瑞文。你给我死！赶紧拆了，是医学塔不？我靠！还抢我医学塔！我生气了，我生起气来很可怕，你可能不知道。先把他红给他打了，走回家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这下路这几个人为什么这么狂？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！给我一个，就为什么就这么狂？给我往前冲！先杀老头儿。还行，老头死了。哎，就死一个呀。那哪能行呢？哪来的石头人儿？你咋的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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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咋的？你咋的？你咋的？还有你！哟，我操！给我抠死了！哎呀，这波没双闪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最后一个抠给我斩杀了！我天哪！他一内内，差一点点，这波能双杀的。这波把瞎子杀完以后，1000块钱一拿，卡杀让我一嘲讽，直接一个鱼盾触发，游戏结束，瞬间游戏结束。这样的话，游戏结束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话，游戏想结束费点劲。给我把他杀了！这老头子跑得有点快啊！不过还好，这蛤子呀，护甲还啊，
再怎么的，他也就只是一个蛤子。这一千块钱我要了。进身体呀、啊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跳弹，帮他扛个扣啊！我操！你跟我俩玩呢，是不？是不玩呢？你今天必须给我死！我受不了，他必须死，他必须得死！我即使今天啊，我蓝烈汉就上高地，也得把他追死！操了！真肉啊！没有人能杀得了吗？投降，你投你妹投！投什么？别投！这还不打？这蛤子狂成这个样子，给我杀！跟我团！妈了个巴子的！几个人跟我过来，来，这他们不推一波，跟我过来，来，有没有队友，有没有队友，干什么呢小黄毛，哎呀，这怎么的呀，这怎么的，这怎么的，这让我看看这怎么的，队友呢，套盾吹风杀蛤子，怕个屁呀，快打，哎呀，那瑞文也没有多少血，你说是不是，你不行先杀瑞文也行啊，哎呀，跟我走行不行，为什么不跟我走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就为什么， What are you doing， 能不能跟我走，对，你就一个一个死啊，挨个死啊，这个死完那个死，那个死完这个死，卡特死完那个凯银死，凯银死完我们死，我们死完小黄毛死，小黄毛死完芬娟死，芬娟死完凯银复活，凯银死，然后凯银死完卡特死，是吧，叫挨个死，我明白了，我算明白了，我算是都明白了，这发什么问号，发什么问号啊，发问号啊，那队友呢，队友呢，又没了，杀呀，那大招给他把亚索杀了，杀完亚索是蛤子，伤害呢，哎呀妈呀，可把他给杀了，可气死个人呢，跟我走行不行，为什么不理我，为什么，能不能放个屁，能不能把屁放一个，给我放一个屁也行，说八百遍，跟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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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像他妈听不懂话似的，我瞎，你没去下路，我带你，
真累呀！你说你们几个像个犊子似的，那瞎子杀死三个，那 AD 杀死三个，一共就一个瑞文156，还有个亚索，那就投，都他妈别玩了，那就投啊，那就投，投吧呢？你不想玩，那就投吧。你是膈不膈应人？你是跟他说800遍，我说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你不会带线啊？人不全你就团呢？你他妈不来人能全吗？听不懂人话。还掉线一个。给我追！这亚索是个屁亚索啊！来打，对，打，使劲！我希望你能有点伤害。哎，我不会杀个瑞文还得交个闪吧？啊，还得交个闪现吧？妈呀！哎呀，真头痛啊！那瞎子把下路给拆没了。来呀，五个人！那杀我就杀吧呢，那就让他杀吧。又跑去带线的啊，带来带，对带，使劲带线。俺们家五个人，这波对面仨人把我们两个杀了，人家家死了一个。真鸡巴难，真是难带。砍引菜。不怕，我不怕你菜。我说了，你得听我话。我说你跟我走，不得。我要带线儿，我要带线儿，线儿不能不带，我得带线儿。那带线儿能赢吗？我请问带线儿是为了什么？带线儿是为了赢游戏，你说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带线儿是为了赢游戏。那你带线都赢不了，你还带他干什么呢？你的发育现在已经没有用了，你跟我走，我们打团，我嘲讽一个杀一个，把优势打起来，你才能去带线。给我杀团，跟我来，抬，先杀老头，可以跟我嘲讽瞎子，来踹我，对，你就踹啊，我们别人不打，来。哎呀，这瑞文杀了得了。嗯，跟我冲，就杀人了，杀这边的，给我追，给我追。这 ADC 必须得死，提前开壳子，省得给我秒了，还是给我秒了。大大龙，你回你妈！我操了，这你能回家？你回家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回家呀？那亚索来了，万一打不了了怎么办？他们伤害够吗？那门牙都没掉，你为什么要回家呀？这？哎呀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真是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兄弟们，别折磨我了，你为什么回家呀？翻盘了呀，你打大龙啊，哎呀，我天，我太累了。
那门牙也不会掉，你就即使掉一个门牙，我们拿条大龙下边打团灯打赢不一样的吗？你说我要缺氧了，我操了，小龙龙魂吧。那龙魂呐、啊，那龙魂呐、啊，那龙魂，给我吹一个，这给我封着，巨巨不玩了，投降吧，小黄毛不玩了，啊，不玩拉倒，不玩拉倒，不别玩了，别玩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别点了，别点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行不行？不玩了，不玩拉倒，啊，我有点受不了。哎呀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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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，别折磨我了，受不了了。好吹，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，不玩了行吗？我也不受这折磨，你爱玩不玩啊，省得我跟你玩我还生气，犯不着，犯不着啊，不用犯不上，拉倒吧。大龙给了吧，啊，给了吧，给了吧，没关系，赶紧下一把吧，省得只有我一个人想在这赢也没啥意思。说实话，如果咱要是都不想赢的话，那就算了，也没必要。会不会带节奏的？带节奏啊，带就带吧，没关系，我已经誓言了。反正我这又当爹又当妈的，也没啥意义。说实话，也没啥意义。如你所言，你虽然人家瑞文啊是劣势，但是最起码人家想赢，人家知道他不能死。该干嘛的时候人家干嘛，如果咱不想玩的话，那也没有必要强行让他玩，不玩那就算了，我们就下一把。没关系，